来，快点！来了，要钱来了！钱、哎哦，没事，慢慢舔。我们这边包也很多。完了，没事，看不到你。完了，看不到你。怎么就我屁股后面？别怕。当牧童做老六时会发生什么？动车了，小张去勾一下。蹦蹦来了，你开枪吸引火力，开枪让他打死你。来了！他妈了个！哎，什么意思？把队友叫来了。Oh no！ 我。哎呀，我你他撞我车干嘛？这一下直接起飞。我那的室友是不是看不到我？你不要过来呀、啊！真看不到小张。和小畅当老六失败了，然后叫上了青瘦和惧怕，也一起来当老六。车停路中间，我们三就趴在上面，你就在改了个车里面。往前顶，开车往前顶。好。先布置现场，再换一套老六。谁能看出我？来，再抓个人机过来更真实。别打这人机，千万别打你们。为了把这现场弄得更逼真一点，我想到一个非常恶心的方法。行，不要再走了，来嘛，桥上拦板边了，你还来？桥上拦板边来了。左手、右手，你的左手还是右手？我来打人机啊！你别管，我这样伪造现场。后面是有监督部的，他看见会花眼，知道吧？看一眼看不出来，都是眼花的。我操！我看到了，不是，我被看到了。什么？打呀！打这个！大哥，你们过来撤退。我们就在这里，不要动。干！撤！什么玩意儿？又拦满边了，后面又拦满边了，咬你了，我正满边，咬你了，我脸上。你还打我？后面又来火车了，你知道？火车火力车啊！看不见！我看到了。没子弹！快点，小张，救命！救命！别急，上到一个。拿一下那边，抓！哎呦，来，快点！要来了，舔！没事，慢慢舔。我们这边包也很多。完了，没事，看不到你。完了，看不到你。怎么就我屁股后面？别怕。前方有危险！我等我了，别上我！我脸差一回一个，他不要什么？小张，我没要你相信我吗？小张，过来跑什么？过来捡能捡的，这里有物资。你跑什么？小张，快点！你禁止我，别禁止我，快救我！小张，快点，人输毒了！等一下！我是，快救！兄弟们，完了，他一定会舔我包的，他绝对要过来了，看到没，过来了，看到没，他要补我了，看到没，你再不开枪你就死了。好，一打一，我给你送个烟，你别管我，我已经死了。好，你再往前走就死了，断网跳下去，好主意。那我看一下，你要干什么？拿拳头，用拳头敲，用拳头最牛逼的。妹，别打我，没枪，你把枪扔了，扔枪，坦然一点，扔了吗？牛逼了，真的，这一下拉满，扔了吗？扔了是吧？哎呦，我的天啊！